déjà vu. I just been to this place before, higher on the street, and I know it's my time to go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勋。那今天就不讲日文啦，那我们来玩 GTA SA 啦。那我们 SA 呢，来干什么呢？就是来帮 CD 买车啦，跟国民买车啦，可以啊，就去买呗。Let's go。那照这条路走吧，就可以到一个这风的那个景区吧，是不是时光机？那这一波都怎么玩的？是吧？好像不是哦。那你就是到这走吧。等一下，我车子什么模式 ？OK， 无敌的，应该就没差了。Cool， 那太大了吧！走这个方向吧。这就没有 S A 了，都不知道路要走了。我就上去了，没错的哦。我记得好像在这条路上，这条路上一个警局。等一下哦，这是那个嘛，金门大桥嘛，然后就是这一个位置吧。我们走上这边吧。走向这边，对不起，不然赶不去，嘿嘿。应该不只是有当警察。他干嘛给白纸条给白纸条给了？没错，走这条路，那这条就右转了。不对，左转。左转前面这里有一个车的嘛？那间大，这间，就是这一间，他们找个停车场的。不知道怎么就停到这边，然后停到这边，我枪收不起来，想收也收不起来。Hey Caesar, the Yay leaving San Fierro, right? Right, but they're using bikes, CJ, and they go cross country. Take your time. Not right now. I gotta check into some shit.这个我懒得去理了，我手上枪想要拿不起来了。哎呀，就这边了。都什么车嘞？其实真正买车的地方不是这边了，是在港口。这里只是可以干车，这里只要没有什么好的车的话，就去港口那边吧。二楼车被卖完了。三楼嘞，三楼只剩修理，只剩这几台哦。
OK，那去港口那边吧。其实这一栋这里的话是，这一栋最好的应该就这台而已，就这台而已啦。这个感觉是跑车一样而已。好了，我们去那个吧。我去港口那一间，不是那间，是港口那一边有一个。我记得这边港口这边只有一个啦。好像是在这里附近吧，这里吧，没记错的话。还谁？我为什么想拍自己 CJ 买车去的？你们可以去看看资讯栏右上方资讯栏有一个影片吧，连结或者是资讯栏也会有影片连结。那影片连结呢会帮你们导出到一个人的频道那边的影片呢，那我就不多说是谁了。这个地方，记得是这里附近有那个什么，有一船嘛，在这里。在这里。哎呦喂！就这地方，不是这里吗？第二次也可以买车啊，这不行了。这是任务。记得这个买车的。是之后才会有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是跟金主谈好了，就是购买这台货车，那我们就把这台车开走了，把这台车开到这里。非常拍啊，烧了不少钱啊。对，这些铁哥只能断线这样走了。看一下啊，有没车。亲我屁股啊！啊，其实不止在那里可以买车啦。对这个家伙，对斜对面也可以买车。先倒出一下，把车给停好。把车停好了，那先稍等一下，好吗？那。这次呢是买这台车啦，那我们蛮开心的，就买了这台车。那这一次是第一次试拍 CJ 买车去，就是买拍第一次拍 SA 啦。
那喜欢的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及留言。那有什么问题想问给到我的 Instagram、Facebook 和粉丝团，以及 YouTube 留言区，此时刻可以私信我，可以订阅我、追踪我哟。那我们下一次的 SA 见喽，大家拜拜。